雜，我哋嘅心情咧一個好複雜。剛才阿祖麗都講咗好多關於事件嘅經過，啱接到最新嘅消息，就鐵路部咧，咁每個死難者就賠償90萬，但90萬咧唔係鐵路部攞出嚟嘅，係全部都係全國嘅捐款。佢話如果隨住捐款嘅增加咧，其實可能俾得更多，即係話鐵路部咧，佢隻手咧就唔使主要喺手指罅度攞啦，扭領出嚟啦。視乎個善款有幾多，呢個係一個捐冇錢嘅部門。我諗大家同對大陸有少少認識嘅都知道，鐵路部呢幾十年咧喺大陸嘅制度嚟講咧，係一個獨立王國。本身呢個部門咧係唔受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其他部門管嘅，佢只係受總理同埋總書記管。佢自己個部門咧，除咗管曬全國嘅鐵路，佢有公安局、有檢察局、有法院、有監獄、有學校、有醫院，即係佢本身係一個好似小型政府嚟嘅。呢、这個獨立王國咧，其實咧已經係好複雜嘅啦，已經非常之問題好大。咁咧喺依個今目前咁嘅情形，你話要改革佢係事在必行。但係我唔理佢哋點，始終佢大陸嘅政府咧有佢哋嗰一套。但我只係諗一樣嘢，佢哋大陸人民係冇得揀，我哋香港人民不至於冇得揀。明知一個咁嘅獨立王國，弊端重重嘅咁嘅部門，我哋香港特區政府點解一定要同佢哋合作，同佢哋接軌，買佢哋啲車嚟用咧？我哋花600多億，一個弊端重重嘅部門，特區政府唔係未聽過，唔係唔知，你係咪揾我哋啲人民嘅性命嚟教飛咧？啊！我哋會同佢接軌，同一個咁腐敗嘅部門接軌，點解唔係佢應該向我哋學習，同我哋接軌咧？各位，中國嘅鐵路事件已經成一個世紀。其實中國嘅鐵路咧好先進，我哋半個世紀以前咧，我哋有一啲叻人嘅，譬如詹天佑，我諗大家都知道，就發明嗰個所謂天佑鈎。車廂之間個勾，我哋嘅鐵路系統無論係國民黨時代、共產黨時代，其實都好安全，因為佢唔係高鐵，係低鐵。不過低鐵嘅時候本來好安全，但係而家有人為咗直接工程，為咗超英趕美，為咗要求世界第一，佢不惜。注意安全，佢唔理咁多，一切都未完備嘅時候，佢就追求做到。但係呢班咁嘅狗官，佢足至今日做出咁嘅天，唔係天災係人禍。但係我哋香港特區政府點解一啲反省都冇嘅？你有冇聽見特區政府又出咗一句聲啊？有冇話哇？如果你嗰啲嘢仲未準備妥當，嗰啲安全措施？啊！嗰啲未妥當嘅時候，我哋香港暫時停住先啦，啱唔啱啊？佢喺大陸嗰度而家要傳出嚟，要改善佢而家目前嘅安全嘅個措施咧，起碼要10年。咁我哋嘅高鐵點解要幾年要完成？你講唔講聽？大家明唔明啊？大家明唔明個低鐵點解會咁危險啊？而家因為低鐵唔會撞低鐵，不過高鐵會撞低鐵咧。因為大家共用嗰條鐵軌啊，知唔知啊？所以而家我同你話，做出咁嘅嘢嘅時候，係危害整個中華民族，危害整個13億同胞。但我哋呢個特區政府係毫無感覺嘅。我今日咧，我睇到佢啲圖片，有3歲嘅細路，有幾個小女仔，
有廿零歲的有幾個，即係人哋完全俾壽命罪嘅。有一對戀人廿幾歲，認識住佢哋嘅未來，本來就係無限嘅温馨。但係就因為呢班狗官，令到佢哋希望全部毀滅。我哋香港特區政府，如果再唔從中汲取教訓，我都唔知應該點做。我講俾你聽，我哋唔會答你。我唔能夠讓香港嘅所謂高鐵仲要買大陸系統，我哋一定要去大陸嘅個安全，一定要搞得清清楚楚，我哋先能夠上馬。我哋唔係追求快。香港過去半個世紀，我哋冇高鐵，我哋一樣發展。我哋世界三大都市，有咗呢個特區政府，我哋列為世界三十大都市。如果有埋高鐵，可能我哋變咗世界三百大高都市。呢、這個我令我哋嘅冇同心嘅。咁今日我哋唔講咁多，今日咧我哋誠心喺呢度悼念我哋嘅死難嘅同胞，亦都哀悼我哋苦難嘅民眾。